在娱乐圈中，张杰和谢娜的爱情故事一直被视为典范。近日，张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为谢娜庆生的照片，再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结婚12年来依旧如热恋般的甜蜜关系。照片中，谢娜依偎在张杰怀中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这一幕让无数粉丝感到温馨和感动。张杰为谢娜庆生的方式充满了浪漫和心思，他选择了一个温馨的场所，并准备了精美的蛋糕和装饰，为谢娜打造了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张杰还附上了一段深情的文字，表达了对谢娜的爱和祝福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妻子的深情和感激。在张杰晒出的照片中，谢娜靠在老公怀里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这个笑容不仅展示了她作为妻子的幸福感，也反映了她和张杰之间深厚的感情基础。结婚12年来，两人的关系一直稳定而甜蜜，成为了许多人羡慕的对象。张杰为谢娜庆生的照片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，许多网友表示看到谢娜幸福的笑容感到非常欣慰，同时也有网友称赞张杰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。他们的爱情故事给许多人带来了正能量，媒体对张杰和谢娜的甜蜜庆生也给予了高度关注，不少媒体对两人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报道，并对他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生活给予了积极评价。张杰和谢娜的婚姻被视为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，他们的关系给公众传递了正面的爱情观。张杰和谢娜的爱情故事始于多年前，两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选择了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结婚多年来，两人一直相互支持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他们的关系不仅在娱乐圈中备受好评，也被公众视为模范夫妻。张杰为谢娜庆生的照片不仅展示了他们之间如热恋般的甜蜜关系，也再次证明了他们结婚12年来依旧稳定而幸福的婚姻生活。两人的爱情故事给许多人带来了正能量，也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。